有你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青春有你三训练生。Hello， 大家好，我是孙一航，干一行，行一行，再次见面了。有你音乐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浩明，大厂最好命。拼命谐音梗，拼命是不是？扣分了，扣工资了呀！有你榜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十七，陪你度过每一个时期。我是不是刘鞋、刘奶，也不是刘卷的刘俊，不是鲤鱼，也不是黄花鱼，也不是什么清江鱼的草鱼。生日是儿童节，也是为什么就这么年轻了。对，是的啦，因为儿童节出生嘛。对，我也不一样，双子座，老家是江苏徐州。孙一航，年龄19岁，星座天秤座，来自重庆，人生信条是爬死心头吧，单子要放大。我是杨浩明。大家不好意思，不是生日是11月5号，天蝎座，属兔，来自于辺宁，血型 A。 谢谢。生日2002年1月6号，摩羯座，上升星座是处女座。血统有点远，血统是 AB 型，出生地四川成都。我是刘俊，生日日期是1997年12月12日，射手座，出生地是马来西亚森美兰，血型是 O 型。决赛睡觉，睁开眼就是期待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在地上。胆小担当，我敢说第一，没人敢说第二。撒娇担当，我敢说第一，说不定有人敢说第二。小哭包担当嘛，就最近老哭，就越来越感性。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是小哭包担当。冷静担当，然后有的时候看见大家情绪很激动，然后我就特别冷静，特别冷静。土味担当。好的，一种。那行，哇，那我们约了，那约了好几个地儿了。约好几个地儿了。旅游。去旅行什么？你说那什么地方？叫莫什么什么？就什么叫不叫坎昆啊？什么坎昆？然后浩明儿，我们也约了各种，好吧？能想到的事几乎都约了。约了曹老师去 Caster， 约了张思源去 Free 啊，约了约了燕西去他的家里。把我想说的话给说了啊，那不好，没事没事，那不好，没事没事。就开始卖萌了，哎，同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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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反正第一件事先去燕西家参观一下，先去大家参观一下，对，看一下那个像博物馆一样的家，对，到底是怎么样的？燕西是我的人生目标。就是遇见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他要先冷静分析一下。你看，现在又开始撒娇。现在又开始。就是遇到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这样声调都变了呢。我没事，原谅你了，没关系。我有鱼尾纹。没有吧？没有。我演过土味短视频，演过吗？好，你也演过。你要放出来吗？你这么狠毒吗？别吧！你帅的。没想到，没想到。我现在这么多目的，这里还是隐藏着。咱们这里怎么？其实当然是来帮你的。我来就是帮你。哈哈。天哪！哎呀！瞬间我想回家。眼泪换不来爱情，这么多年了啊！行了行了，你还记得 我？哎，行了，没完了。我有演技天赋吗？有，值得培养。麻木，对。这太可爱了。努力有，努力有。他一边在旅游，一边在拍，你知道吗？哎，有够标准的。我看出来了，你非常非常具有跳舞的天赋。之后呢？我来出钱，老板，你给我搞团，你自己出钱，你自己跳。因为其实当时是 History 那一首歌，然后我们要的目的就是像国际男团一样，我们每一个动作都要像拍杂志一样，然后每一帧每一秒都要拿捏住那个范。3、2、1，拿捏。哎，有了，可以可以，都有拿捏到，都有拿捏到。肯定有天天光 Tom and Jerry。 如果不是你，我没偷看过。我
天天。如果不是你，我的妈！我觉得天天应该是90。天天，我觉得90和00可能是90。谢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的音乐，我们一定会有更好的音乐去反馈大家。我们秉持着诚实守信的原则来回答以下提问。相爱相杀？没有，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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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相杀。我们只有相爱，对，只有相杀。十七、梁森、苏英浩，什么都来过。常驻嘉宾，于景天、梁森，梁森都去。当时成绩好的那帮人、啊、对，就是他俩，他俩能给我气死。就有时候我看他俩就因为一件小事，就比如说什么做个水泥，然后张思远就跟陈俊豪说你做个水泥、啊、你怎么不做，他就因为这种事情还就会吵。我觉得还好，他们俩还好，我来长春没吵过几次架，一次是梁森，一次是于景天，等我预料真的要快速炒菜重庆小面榴莲芝士双层芝心披萨我俩都没给我做过呀。哦哦，他给我做过他的化妆品，我的天哪，我们现在这整个化妆间加起来可能都没有他开始磨但是女团的话我觉得就是重庆女团谁弄男团啊你要弄一个男团，你想想看，有什么孙艺航啊、哎、有什么杨浩明啊，干嘛不好，每天不给自己找罪生气你知道，还有张思源这种。我真的只是觉得，就是因为我其实没有看过什么太多选秀、哦、但是我觉得就是去年出来的师姐们真的都挺好的。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拜拜。